30号樊耀成，69号卢俊祥。起的地方，他要从中距离不命中，这应该是第一节最后一波进攻了。底线外围出手的是施静瑶砍进。 拿下一胜了，但是每一场的比赛呢，感觉上这个比赛内容都在进步当中。小白压肩切入，插板得分，个人连得4分。林翔是完全不会去对到他投篮的，就让他投了。小白连续的假动作，这一球怎么进的 ？Oh my PLG！ 这球太夸张了，他是一次笑就是在选秀会被领航员选到了。好，裁判说这两分是算的，那这边工程师就挑战失败。根据最新的规则呢，第一次挑战失败是不扣暂停，依照FIBA的规则，没错。那这球其实没什么太大的问题，还有他可能是觉得后面是不是有先插到篮板后方？不过刚刚这个角度看起来好像还好。 因为如果他是打到篮板后方的话，那应该就是先是一个出界。在出手之前，小白还做了一个禁区的动作。所以如果有的话，应该在说篮板火箭的双阳将环节，阴错阳差，小白在底角的高抛投得分。今天小白的功能性上可以做一个互相替换。 之后，看他有没有掌握球。哦，其实是好像有掌握球的。